这个两件是分开的哦。这个上衣是雪纺上衣，然后它拉出来大概是在这边。我觉得我身上这个颜色是最好看的颜色，就是一个很神秘的紫色。今年最流行的就是紫色，啊、今年最流行紫色。对，我想大家一定要买紫色。它这个雪纺的上衣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它不会透。我里面穿黑色背心也看不到。对啊，所以它就是不会透。然后这边还有做那个单袖的设计，对。然后这边是 V 领 ，V 领呢就是会让你的脸看起来很小。噔噔，我现在搭的呢是纱裙，是百褶的纱裙。这一个内里它做蛮长的，就是可以遮到你的大概膝盖这个部分。对对，它又是松紧的，小 L 女生应该可以，因为它这个其实还蛮宽的。我们有四个颜色，我觉得这个超好搭的，白色，白色就可以搭灰色，白色搭灰色蛮美的，很 OK， 这样就是有一种名媛的感觉。我现在这个颜色也可以，这很好看哎，就是这两个颜色，你不觉得很适合搭这个白裙吗？搭起来就是很气质的感觉。